闯一闯，我们志气要比天还高。云啊轻轻飘过来，梦中轮廓一点点透露出来，飞吧飞吧，飞过黎明和夜晚，啦啦啦啦，风啊轻轻吹过来，梦想翅膀流星天空中划过，穿越时空回到这梦想的地方。没来呀？来了，来了，外卖来了。我是问你，哼，司令安排的终极杀手怎么还没有来？报告将军，他来了，但刚刚被你打飞了。我让他来的时候顺便烧两个盒饭。这就是传说中的终极杀手。这是星星球一流的杀手。真的？要占领星星球，就要先摆平那几个超人。这次机会来了。小小怪，你竟然说出了我心里想的东西。将军，你每次都这样想，一点心意都没有。机会来了，终极杀手，给我搞定花心超人。小小怪下士，你不是说他是终极杀手吗？如假包换，死在他手上的人少说也有好几万呢。什么名号？新星球人气偶像少女杀手小天。太可爱了，我要带你回家，介绍给大家认识。笨蛋，我叫你安排杀人的杀手，不是偶像少女杀手。看来只能实行 B 计划，这次我要让超人们反目成仇。你的超人朋友已经变成怪兽了。不了，难道有人恶作剧？是谁写的呀？开心超人，我收到一张奇怪的字条。很快我们就可以称霸全球。慢，先处理好博士和剩下那个超人。难道字条上说的是真的？难道他们要去对付花心超人吗？我要去通知花心超人。最后一关的章鱼博士抓到了，终于通关了。刚才好像听到粗心超人的声音。离间计第一步成功了，超人们开始误会了，很快他们就会互相残杀，到了那个时候，凭我一己之力就能占领星星球了。将军的口气真大。那当然了，我是有十足的信心，口气当然大了。不是，是你刚刚吃完大蒜，没有漱口，有口气。就把你介绍给大家认识。太恐怖了，花心超人已经变成怪兽了，保
虎博士要紧呢。啊！粗心超人，你鬼鬼祟祟在干嘛？没什么，我什么都没有看到啊。糟了，连化形超人也变成怪兽了。啊！博士有危险，快说！我不知道。快说，还有哪里不舒服啊？哪里都好舒服。粗心超人怎么了？粗心超人到底怎么了？博士，别问了，我先带你去安全的地方再说吧。博士，你好像很累呀、啊。我背着你跑，能不累吗？不好意思，我跑得慢嘛。粗心超人到底怎么了？开心超人他们变成怪兽了。什么？是真的？我亲眼看到花心超人变成章鱼，我还听到开心超人说要先抓你，然后再称霸星星球呢。不可能，是真的。看哪、啊、他们开始内讧了。不是，我们快走吧。接下来我们就等着看好戏吧。粗心超人怎么了？他一进来就把博士带走了。根据我对心理学的研究，再根据我对影视偶像剧的探讨，结合化学和物理学的知识，原因只有一个。是什么？粗心超人一定是长痔疮。你们别乱猜了，刚刚我在家里捡到这张字条。你的超人朋友已经变成怪兽了。这是谁写的？不管谁写的，我发现这字条有问题。什么问题？有两个错别字。难道粗心超人变成怪兽了吗？对啊，我发现他半夜在我房门外鬼鬼祟祟偷窥我。我也觉得他今天神神秘秘的，不对劲儿。粗心超人啊！哎，粗心超人，我不走了，累死我了。粗心超人变身，粗心机车侠。不要过来啊，我不想有无辜的人受伤。粗心超人，你想带博士去哪里啊？我不会告诉你的。我们也不会让你带走博士的。他们果然想伤害博士。祖先飞刀啊！花心可以，开心铁拳，祖先强力盾牌，别打了。对，别打了，肯定是有误会，别打了。不是，等阿婆过完马路再打。没有误会，我们有证据。怪兽，快把粗心超人还给我们。字条怎么会在你那儿？是我先发现的。到客厅听见开心超人和甜心超人说要先抓住博士，然后称霸全球。变成怪兽的是你们。那个时候我跟甜心超人在打游戏呢。是啊，游戏里的那个怪物叫博士呢。我还看到花心超人在房间里露出了章鱼的触角。章鱼？他是我认识的一位偶像朋友，还准备有时间就介绍给大家认识认识。原来是一场误会。
这字条到底是谁写的？大胆怪叔叔，小小怪，为什么是这样的？大胆怪将军，我写字条的时候找不到白纸，所以就用你的照片背面写。笨蛋，这样他们就会怀疑我们的。原来我的照片在这儿啊，太好了！大胆怪叔叔，这照片是你的？啊，这是我拍电影时候的定妆照，背面那句是台词。原来是场误会。复兴超人，对不起，错怪你了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我也不好意思。来，我给大家介绍我的好朋友偶像章鱼。上次我们差一点就成功了，我就不相信我搞不定这几个超人。将军，按你的要求，我又给你带来了一个终极杀手。对，这个才像样，一看就知道是终极杀手。对，终极杀手就是我。我的网名叫终极杀手，我和网友约好在这约会。你们俩哪个杀阵？小小鬼下士，将军，我又找错了。我们只需要比天还高。